恭喜王源在新推榜年度男歌手的打榜中以1,416,6670的热推值获得这一荣誉，但是王源没有能够到现场来领取荣誉，特意录制了一段 VCR 向我们的粉丝朋友表示感谢，请看大屏幕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，很开心能够获得腾讯新闻新推榜年度男歌手的荣誉，感谢大家为我努力打榜。很遗憾，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办法到达2019腾讯娱乐白皮书盛典的现场。2020，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，创造属于更多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恭喜王源，接下来。